我们看幕后这一句，啊，要知利一切相，即一切法，利故无相，即故无不相，不得以强名实相。给你说个实相，真有个实相吗？你要执着就错了。啊，这是名词术语，啊，在这个教学，它是一种方便，啊，让你从这上面去悟如，可你不能执着真有个实相，啊，真有个实相，实相找不到啊，啊，所以要紧的教我们离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只要你离开妄想分别执着，真相就看到了。啊，这一切法是，啊，像我们看电视的时候，你只要离开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你就看到真相了。你不会被电视画面呢扰乱，你不会被它所转。啊，你被这个画面这个所转的时候，是你心做不了主，你有妄想分别执着，你就被它转了，你受它干扰了。如果你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你就能转它了，它就不能转你了。这若能转境，则通如来。我不会被外面境界所转了。那，啊，为什么了解了嘛？啊，就像六百卷大般若，啊，释迦牟尼佛讲般若经，讲22年了。啊，这个诸位同学都晓得。啊，开始，那是刚刚成道的时候讲华严，华严是定中讲的，所以。小乘不承认，不相信，那定中讲的。小乘只承认，世尊成道之后，在鹿野园度五比丘，啊，这是教学的开始。他承认这个，他不承认华严。啊，那讲阿含，阿含12年，方等8年，般若22年，法华。8年，49年了。啊，那般若讲的时间最长啊。般若总结是什么？就是告诉你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这真相啊。啊，如何见到这个真相？那是离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你离妄想分别执着，你就见到了，你就见到一切法的真相了。啊，离即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真的真悟啊！你真得受用啊！啊，离故无相。啊，心里面干净、清净、平等、正确。啊，事出事法，痕迹都不着。啊，即故无不相。即离不二，真妄同时。你像我们的电视屏幕，不是真妄同时吗？不是离即不二吗？啊，屏幕是真，色相是妄，真妄是一体。啊，真妄不二啊，这了解跟搞清楚啊。啊，真在哪里？真在妄里面，就是说六道十法界，真就在这里面。
啊，妄在哪里？妄在真谛里面。啊，在频道摄像的时候，都在荧幕上，荧幕是真，这才你真正的了解真相的，所以不得已受个实相。啊，你不要执着实相这个名词。啊，所以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告诉我们，啊，读经不执着文字相，它是工具，它是方法，它不是目的。目的是开悟，你要执着，你就开不了悟了。啊，文字相不能着。啊，那听讲呢？听讲不要执着言说相，文字是言说的符号，啊，不能执着。第二告诉我，不能执着名字相，名词术语是假设的，它不是真的。啊，这些东西可以引导你，只要你不执着。啊，像我们走路的这个指路标一样。啊，我们要到北京。啊，这条路是这个是高速公路，啊，路边有个牌子指的北京，那个牌子不是北京，那是个名字像。你依照这个方向走，别去执着它，你才能到北京。你要执着，哎呦，北京就在此地，就错了。啊，那名字术语不可以执着。第三个，不能执着心缘相，就是。读经，哎，我想这什么意思？一想就错，不能去想它。为什么？它没有意思。那心里所想的是你自己意思，可不是佛的意思。啊，不能想啊，你才能得真实意。啊，真实意是什么呢？给诸位说，就是清净心。平等心、正觉心啊，这个的恢复之后，得到之后啊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人家没有人问你，心地干干净净，一无所知，叫般若无知。别人来请教你，来问你的时候啊，应对如流，无所不知。啊，无所不知从哪里来？从无知来的，无知自信嘛，自信起用嘛，事出事法都没有离开自信嘛，所以见性就圆满了。啊，慧能大师见性，释迦牟尼佛所讲，他知不知道？全知道，不要学的，啊，都是自信流出来的吗？啊，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经，能大师知不知道？都知道，一样不缺。啊，所以佛经称为内学，它不是向外，向外求不到的，向外所求的是知识，啊，不是智慧，向内求的是智慧，不是知识。智慧能解决问题，知识解决问题是有局限性的，而且有后遗症。智慧没有。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搞清楚的。